华胥引出，梦定天下，宇内九州，血雨腥风。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，既然你想要虚幻的幸福，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魏国堂堂的文昌公主与天子联姻，怎么说也算是九州一大盛事。真儿不想嫁给他，真儿要嫁给苏玉，陈国的世子。如果有人要背叛他，我绝不轻饶。为什么你是陈国的世子？为什么？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今天正是开启你华胥之梦的日子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美好的梦。公子能为我笑，紫嫣死也值了。既然你们把我贬得如此不幸，我不回报你们，又怎么对得起我自己？